长，今天台股大跌199点哎，可是哦，你看好的股票啊，通通大涨还创新高哎，像是智元啊，今天盘中上涨6%哦，股价创下历史新高。我们的会员呢大赚58%哎，还没有走哦。还有爱普啊，昨天创高，今天继续涨哎，今天收盘价也创高喽。我们的会员大赚超过78%，快要80%了，您也还没走，是不是要赚更大的呀？我先给你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大事情，今天外资居然大幅度卖超450亿，是代表外资不看好两岸的和平吗？还是发生什么事？还是要压低结算？可是虽然外资卖那么多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可能最坏就是礼拜四，最晚就礼拜四，台股就会先反弹了。快的话明天呐、啊，不过今天外资卖超那么多，可能最晚是礼拜四先反弹再说。还有，可是反弹再说，为什么台湾股市跌了快200点？我的智元、爱普、万润一直涨，一直涨，跟其他股票差这么多，独家的趋势、独家的标股，通通在今天荣耀华尔街一定要看。我是怡慧，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。今天是1月16号，台股下跌199点，收在17346点。周一呢，因为美股的马丁路德休市一天，那么伊朗哦攻击以色列，而且呢是位在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的情报中心，所以呢这个消息显示了红海的危机扩大，而伊朗也加入战局。台股方面呢，今天呢一度下跌209点。五日线的关卡再度失守，而台积电呢也收跌了6块钱，台币重贬1.7角。到底后市盘是要怎么看呢？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、纪录保持者，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 粉丝人数最多、演讲讲座场场爆满、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。投资长好，晶晶，各位朋友们，哎，不对。叫错名字了啦！哎呦，我刚才那个特助啦，交给我龙角散，他忘记给我了，现在拿给我，我都来不及吃了啦！哎呀，哎呀，来不及了啦！一律叫美女就可以了。气死！然后我的喉咙都还没好，他都知道，现在知道我叫晶晶了，快知道不好意思了，晶晶 is over 了。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龙角散，龙角散有没有？哦，叫你晶晶，叫你四最多，四最少，居然都忘了。啊，气死我了！所以我不是乱叫哦，不是不是哲哲，有很多女生哈。哎、欸，不是哦。哦，气死啊！中场休息有没有要给你吗？嗯，不用的，来不及了啦。哇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好啦好啦，大家知道我助理要 over 了，要换一个了啊、哦。好啦、哦，重点来解盘啦。哦，今天四瑶跟晶晶都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进开始开玩笑，来继续。好。董事长，今天哦，感觉一开始很肃杀哎，台股今天中场下跌199点哎，是，对啊，好像那个冬天的天气一样哦，给人家感觉好冷好冷哦。可是我要说的是，你看好的股票，哎，像冬天的太阳一样哦，带给大家温暖跟希望哎。嗯，你知道像是智元啊，今天盘中上涨 6%， 是，哇，历史新高哦，股价来到历史新高了。我们的会员啊，大赚 58% 哎。年终还没到，我们先收一个大红包。嗯，还有呢，万润哦，今天盘中也是上涨超过6%哦，股价也创高了啦，2年多的新高。我们的会员也是大赚25%哦，也可以帮自己买一个包包了。还有呢，一个包包而已哦。哦，你的包包是怎样？爱马仕的呀、啊哦，可以吗？爱马仕会不会？我觉得会不会太便宜？太便宜了啊！哎呀，我打算要买房子，我跟你讲，大家赚到很多人资源啊，爱普啊。哎、欸，投期款有了，很多人 都想要赚到的，都已经投什么投期款，买多一点都可以买房子了，好不好？看你买多少张而已啊，好不好？嗯、来继续说。好、嗯，还有一个爱普也很厉害，因为爱普昨天创高，今天继续涨哦。我们的会员啊，已经大赚超过78%了耶。嗯、那投资长还没有走，准备要赚更大的喽。另外还有那个星星啊、晶圆电子，哇，今天大盘这样子跌，通通是逆风收涨。所以想请问一下投资长哦。今天盘中的时候就传出说伊朗参战嘛，中东的战事扩大，这会不会演变成台股危机啊？哦、我觉得并不太会哦，因为讲话同时的时候，这个运价没有上涨啊。哎、欸，哦，对啊，
这样观察就对了。我讲一句实在难听的话啦，他们来乱的而已啊。哦，你有本事你直接就去参战嘛。嗯，你直接你不会射个飞弹去以色列啊？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讲什么道理？对，你不会射个飞弹去以色列啊？你这个是到红海上啊？代表你连以色列都不敢惹的人，你敢真的敢惹美国？虽然现在是惹到美，有达到一个美国的一个三船嘛，是。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得罪美国啦，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要连任的总统是最可怕的，好不好？不然就不要统计这百年来以来哦，嗯，如果印象没错的话，都是上涨的。要连任的时候，美股都上涨的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喉咙这个今天比较不舒服，这几天比较不舒服，就是等下吃龙角散。最近大家好多感冒，所以我刚才念一下我助理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可能是用过度了，嗯，因为毕竟我都没有休息啦，嗯，而且我一个月也是录100支影片，100支影片，哦，那声音拜托我再赶快好一下。所以过年这段时间，我本来决定要加入的。我可能只录福利社的加入节目，我自己就不用了，哦，我自己就没办法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先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可是我文章一定会加我的，一定会在我 LINE Telegram 里面，Telegram。那 LINE 我都给你们看过收据的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助理可以再传一下给他们收据，就是 LINE 啊，我一个月花40-50万，是啊，在各位身上，嗯，没有错哦，你的资讯不是免费的，是我付钱的哦，嗯，是哦，可是我没有要你一定要，我没有一定要你一定要付钱给我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也不是说这样子我很臭屁，只是我告诉你，我有诚意，是啊，因为粉丝越多。哦，嗯，曾经我的好朋友说过，哦，那个能力越大，嗯，哦，就是那个肩上的责任越重，责任越重，嗯，哦，我好朋友是蜘蛛人的那个阿姨啊，哦，没有了，蜘蛛人叔叔是，蜘蛛人的叔叔，对吧？蜘蛛人叔叔这句话，嗯，哦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所以，哦，那个好朋友，哦，然后讲这句话是电影的对话啦，所以我。也愿意花这些钱了啊！讲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今天开心一点啦，来，好，来啦，来啦，欧线期货这个连续有没有？今天跌6%，对，但是跌6%看起来好像真的跌，跌6%没有你跌那么多，因为它的收盘价不等于它的那个收盘价不等于它那个定价，开盘价那个定价，那个定价，应该是说那个结。那个等于那个定价啦，那什么价，我突然忘记了。反正收盘价不等于它一开始的价格啦，好，不等于它开盘的那个价格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代表是说今天有下跌，嗯，哦，下跌了，可是还是有下跌，嗯。那今天不是说打美国吗？对啊，那下跌什么？对啊，不是应该要涨吗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不是做空的股票也下去了？哦，全世界都知道我怎么样？画面给我。今天长荣下跌了。全世界都知道今天长荣下跌，而且下跌3%哦。嗯。懂不懂？嗯，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。我问你一件事情啊，嗯，前几天啊，我明明艾普智源哦，对，都创新高，对。可是你知道 PT 在讨论什么吗？嗯，哲哲做空长龙的，哎呀，哲哲这次要被嘎了。诶，欸，你看哦，他们都只用放大镜，甚至用显微镜抗膜。对，嗯，明明我艾普智源赚10%，嗯，我长龙命在成本附近，我就在151这边空嘛。对，嗯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讲的好像我赔一屁股债一样啊，嗯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全部会员去买啊。嗯，哦，是。我说我是特别会员，而且我是用小额资金我去做一下，让你知道我做多也行，做空也行啊。嗯，可是你看，就这么多人批评我，可是我这样，我甘之如饴啊。嗯，像我现在喉咙其实看起来好像很不舒服，可是我没有关系，我接受挑战啊。只是我需要休息，嗯，我身体告诉我讯息需要休息，所以少录一点过年影片，过年我要休息一下下。嗯，可是你不用担心，过年虽然休息一下下，我们过年哦，好像就去那个巴厘岛嘛。对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员工旅游对大家好一点啊。是啊。哦，那其实那时候那个员工旅游那个雄狮的副总还说，你们选那么好的饭店，对啊，还要一直出去玩要干嘛？嗯，他说你在饭店待就好了。是啊，哦，住那个元首住过的饭店。哦，对啊，那就是这样子。习近平啊，拜登。那可是我会在那边录影给大家看。嗯。哦，原则上只要收讯没有好的话，那，哦，要不要开箱？我录影不是，我录影不是要开箱，不是炫耀。不是要开箱吗？我是要解盘啊。我可能要穿带西装去耶。哦。好辛苦，我认真哦。哦，我认真啊，嗯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没办法，所以你们好好休息。是啊，对啊，因为那一天可能就是刚好收盘日嘛。嗯。哦，刚好收盘日，哦，是跟大家讲。就是封关日。哦，不然没有时间可以放假了，好不好？是啊。也要考虑到同门有些人得要怎么样，就是也要回老家，哦，所以我们封关的那一天，哦，就是提前一下先出国。那封关的那一天，我会在国外录影给大家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只要我能录影，我都尽量录影。嗯。哦，我从头到尾。我就秉持了一个信念，越努力的人他越好运。我的好运，很多人觉得我好运啊。嗯。为什么在40几岁真的财富自由？为什么白手起家？因为我秉持都努力啊。我喉咙这样子，医生已经跟我讲你该休息了。我觉得我不应该休息啊。我看可不可以先用睡眠的，然后好好的休息，吃个龙角散，先让喉咙好一点点。你听懂吗？真的该休息的时候我也会休息啊。你听懂吗？
可是我就这样分析师，就是因为我这样分析师，你看，虽然我每一个助理都说啊 over 了 over 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说老实话啦，我还是对他们不错啦。不然一个你如果上面的主管老板每天恐吓你要 over 了，薪水不够高，就真的会自己先走了哈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嗯，来这收据哦。哦，一样啊、哦，我说赖啊，嗯，赖丢给我的讯息有没有？赖有赖的发票有没有？四几万有没有？嗯，是我们公司的统编，没错吧？哦，哦这个骗不了人的、哦，好不好？嗯，啊，如果造假，我直接下来一鞠躬，给你1亿，那没关系、嗯，好不好？那我讲的东西都是实证，都是你可以去查的，你听懂吗？嗯，好、哦，那账号都是一样，就像我查这些，你们看到证券的即时损益500多万，对，我可能过年前我想要再买个1000万，哦，买1000万，我觉得买点不漂亮呐、啊哦，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要买的话，应该那时候买在最低点，因为那时候买在最低点嘛，买在10月23号，有啊，可是我知道，亲、哦、爱的，我回不去了，哇，什么意思？回不去这么低点了，就是、没办法到历史最低点，回不去这么低点了，对，你想一件事哦，如果美国看起来跟伊朗，甚至跟什么胡塞组织、对也门这些叛军可能要开战，嗯，世界感觉有点乱，有点大乱以外，对，运价还没有在涨，还没有创新高、哦，代表景气没有你想那么好啊，嗯，你懂结论吗？那 iPhone 啊，我问你一件事情、哦、，iPhone 手机啊，嗯，最近这个新闻啊 ，iPhone 手机卖的好不好？在大陆大降价。那你说，那逻辑比较一般的，我不知道吐槽你啊、嗯、啊，因为大陆景气不好啊，你在说什么话？嗯、大陆景气不好，我如果我大陆景气不好，我美国卖的下下价，我少一点卖给大陆就好了嘛。对啊，一定是库存太多。嗯，库存太多有两种，第一个在全世界也卖的不好，哦，在大陆也卖的特别不好，才降价嘛。哦，不然我干嘛清库存？我把大陆的一些库存，我就少。就是不要运到跟大陆去叫、啊、我运到美国去运到台湾去啊，卖得掉啊。哦，对啊，卖不掉啊。嗯，你看我买这个 iPhone 手机，对，哦，给你要给你看这个装可爱的哦，因为这个是悠悠卡哈、哦，是悠悠卡、哦。悠悠卡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啊，因为其他悠悠卡很大啊。哦，你买一个最小悠悠卡，我随便是买个小悠悠卡、啊哦，好不好？哦、但这样我是都不用带钱的，对对不对？我都不用带钱的、啊哦，你听懂吗？懂。我去那个去 Seven 啊，去哪里 ？Seven 直接用 Apple Pay 就好了，用国泰就可以了哦。哦，我直接去什么？我直接去就是去悠悠卡，我去哪边都不用带任何钱包啦。哦，你听懂吗？这 Apple Pay、哦、前面用 Apple Pay， 然后这个用悠悠卡，嗯，哦，去捷运，所以我都去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了，你懂吗？懂、哦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吧、嗯。好，那我要讲什么东西？然后那个对，突然讲这个东西，对，不是跟你讲，因为 iPhone 15嘛 ，iPhone 15啦，这白色 iPhone 15的啦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干嘛买？为了研究啊。我不要 iPhone 15 iPhone 14我都买两三支哎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要研究啊？哦。啊，为什么 iPhone 14买两三支？因为每一支都过热，被我用到过热啊。啊，我说老实话啊，哲哲，啊，你干嘛买两三支？买了以后我也不知道干嘛、啊。嗯。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干嘛吗？因为买了以后一直换，一直换，换到我气死。可是我没时间啊、嗯。很多人说，啊，你去修电池啊。对啊。你觉得我直接修电池吗？我看个医生有时候奢侈哎、欸。嗯。我看个牙医都是找公司附近100公尺的，然后6点半的，然后有牙医的、嗯、可以看。我没有时间的、欸嗯。我跟你讲，没有时间，所以我的人生都花在你身上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我要讲，我怎么强调一下，为什么我要买 iPhone？ 就是为了大家，为了研究。那我研究答案出来呢？对。除了比较不热以外、哦，因为网络上有时候比较热嘛，对，没有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没有比较热嘛 ？iPhone 14比较热哦，哦，可能它软体更新有差，所以有改善。不管，反正 iPhone 15就是没有比较热 ，iPhone 14热死了，你知道吗、哦？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好处，可是不会没有、哦、没有人像我这样子，没有人像我这样子，因为热的问题啊，嗯、就买新手机，没有人像我这样子乱花钱的啦。是啊，可是你觉得我乱花钱吗？我一年叫节省，嗯，对我的部署我很大方，可是对我自己我没有到非常大方。我一定，我就算花钱，一定是犒赏自己式的花钱。Oh. 比如说我今天赚多少钱，我一部分我犒赏自己。对，不然人生已经没什么目标了。嗯、说老实话，可是 iPhone 真的不需要多买啊？为什么买？因为买了以后我才知道 iPhone 的手机真烂，怎么烂？就是跟14、13、12没有什么差别啦。那为什么要买？嗯，好，今天景气够好就算了。对，景气不够好，一般人不会花这个钱。是啊，很可是你要真的买啊，你不能感觉它好像不好，或感觉它好吗？你不能这样子嘛，嗯，就像我一判断一个同仁一个员工，我不能嘴巴就说他好或不好啊，嗯，你听得懂吗？虽然我直觉大部分都蛮强的啦哦，可是还是要相处才过、欸、虽然说看错、啊、哦，那一样买了以后真的不好，哼、嗯、那难怪啊，景气不好呢啊就不会有了啊，就 iPhone 就会降价了，嗯，所以降价呢，降价你觉得是缺点，不是降价是这样子，景气会下一点点，可是降息呢
也会喷出去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景气下来，对，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所以你要觉得是利多啊。好，那今天为什么跌？两个，韩国股市，韩国股市。第二个，哲哲，你不是说空单吗？外资的空单吗？快减少，空单有没有减少？有啊，有啊，真的如我所料啊。哦，今天有减。可是空单就减少，又减少4500口啦。哇，一来一往，再减少8000口，哎、大概差不多没有。昨天是4600吗？昨天4600嘛，所以9000口啦。谢谢你，你看一位信手拈来都是数据，我们都是很专业的。哦，你常我们是常开会，一天都开好几次会啊，好几次会，是真的事实啊。所以我哲哲军哲哲那个军团里面哦，没有落降的好不好？完全没有落降的，拜拜了，好不好？好、所以你看我减了9000口，为什么？可是还有17000口啊。我有没有说过？我说最晚就是礼拜三，对，结算过后，所以我今天给你标题的，结算过后最晚就是杀到，应该说杀最差就杀礼拜三，就礼拜三，然后礼拜四就反弹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说礼拜四？因为虽然我回补空单，可是我还是有17000口啊。对，这一万一，有些人就觉得啊，算了，我只是要避险的。那有些人比较贪心呢，哼，我本来是避险的，对，结果呢，就地抢劫啊。哦，我本来是来避难的啊。对啊，我来避难的、啊。我来，你是不是好意思啊？你家借我来休息一下。哎呦，外面动乱啊，我来借我来一下，来避难以后，大发这个避难，然后避难以后发现，哼哼，哦，原来你家很多钱哦，趁势打劫。哦。这懂我意思吗？嗯，今天空单还是有17000口啊，已经回补了9000口啊，17000口，17000口不是小数字。你不要说我没说，我数字我节目上也有讲，我们再请我们的问，请我四瑶好不好？两个不要 over 了，两个 over 要很麻烦了。哎呀、再 over 下去，很多人都 over 了，那我要重新找人哈。四瑶给我看一下，我那时候最晚的时候礼拜三，是，所以今天就是要告诉你，他可能顺势空单结束了。明天再了结，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反弹、因为明天跟着再杀一波就弹了、或明天直接反弹了也有、结算当天很难去做这个预测。可是空单17000口是事实，明天下去几率略高、可是你不要因为明天下去几率，哎呀，然后现线又告诉你，哎呦、那个要破季线，要破年线啊、你听懂吗？那个都没有意义的，你都看技术线型，这一波看技术线型，老师赔很大，赔很大。对，你要看技术线型，要新型的技术线型，像我一样。我问你一件事情。如果啊，今天最强的股票 是每个人都有资源的哦，对，一定很多老师都有资源。我跟大家讲，除了摩尔以外的分析师，哦，叔叔，除了摩尔分析师，其他以外分析师我不做任何的保证哦。摩尔分析师我没问题，哦，我跟大家挂保证，大家都很认真研究。摩尔以外分析师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只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每个人每天都可以涨停板哇，可是只有哲哲最实在，为什么这样讲？我问你一件事哦，如果一个分析师在最低点那一天，这一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最低点这边，谈到400块的时候，最低点什么状况？8月4号嘛，对不对？4号，对。8月4号，所以那时候前一波是400元。对。你知道400元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卖，我被一大堆骂。你听懂吗？有。那如果我是因为有一些，如果我是400元拉回的过程中，对，又在加嘛。加码在这边267元，你不觉得我是好老师？哦，是。这一天是8月4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看一下简讯哦。好。哦。看清楚。嗯。哎，8月4号星期五9:08，请买进3035智元，挂在275元买进。等于开盘就买了吗？对。我们9:08。对。因为九点之前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给特别会员。给清代会员一分钱一分货、其实我本来不给，不应该给普通会员、买这么高价股票，是，所以普通会员你赚到哇，而且你现在还赚到、为什么？因为过完年后我要涨价、我一定涨价、你知道吗？现在50单都变60单了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哪一天百八变千八了，百八是家鸡腿店，有可能哦，我吃了3年的鸡腿店。真厉害，3年、你说真厉害、我也不想啊，就为了减肥啊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有会员看到我说：“董事长，你真的不像你。”我就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早知道，早知道会费，早知道会费没有打折，没有。”他说：“本人看起来比较不好看。”可大部分人说我本人看起来比较年轻啊，都有好坏啦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可是他老公看到我很开心啊。哎、然后跟我拍完照以后，对不对？然后签完名了以后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签完名以后，对不对？就拿他有那本那个桌历吗？桌历啊，签完名以后。桌历就带走了，很开心哦。包包忘记带了。哎呀，香港郑先生，请你失物招领，记得来回来摸了。应该是郑先生香港来的啦。原来如此。所以就跟大家讲哦，
所以真的粉丝很多啊。他说他有买到威盛，会员也很多哎、欸，所以会员版就很多。来来来，我们进来、啊、来，今天一样，今天资源涨了对，嗯，今天资源我要求不多啦，嗯，资源先看555好不好？哦，今天先加555、啊，可是555我觉得不要，我就55、欸、55那爱普的人怎么办？哦，对哦，那就资源跟爱普都喊个660的目标价，那你6666起来好不好？666好。666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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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66就加666，我们许愿哦，一起来，新年新希望，头涨就不气啊，对不对？立选啊，对，新型的分析师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但不离不弃啊，雪中送炭，哇哇，今天市场是不是跌比较凶？所以大家很多人问，刚刚跟大家讲、好不好？有些股票适合摊平，有些股票不适合摊平哦。哎呦欸、你不能这样就觉得摊平哦。是哦。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那个爱普。对。智源我跌就摊平。嗯。世界有些股票可以摊平，可是有股票摊一次平就好，就不能再摊平了、哦。这个要由我说了算，这是我专业的，不是什么股票都摊平啦、啊。对啊，哦。你听懂吗？要赶快问专业投资者。对。哦，先跟他666有没有、我爱 Coco 啦，怎么办？有没有议会的？有没有爱熟女的？赶快出来。来啦来啦。来啦齁。哦。阿纪啊，哦，你知道喜欢一下、哦，我不是工读生，666，你看折粉动起来，666哦，折粉动起来，那知道说你们不是工读生，如果是工读生，那你真的还要参加我的会员？为什么？我还真有钱可以请那么多工读生呢、欸，我讲没错吧？那一定代表我赚得多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你外面那个点阅率都可以骗人的，其实现在很多老师比较投顾，很多人是用假的点阅率，你听懂吗？那假的点阅率，就像这一次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不要讲到政治了，算了，哎呀、啊，讲政治伤感情。是啊、哦，来，黄先生，来，我知道你还有钱。黄先生，我知道你还有钱。然后他说希望激动啊、哦，黄先生，我知道你还有钱呐、啊，点进去，前往频道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要去？要去拜访黄先生？我知道你还有钱，真的。妈，没有妈，好不好？加油，赶快666动起来，加666喽。所以这么多粉丝，你们很多都没在重复的。有啊，在巴厘岛穿泳裤直播，不要再讲了。我最近都想怎么减肥。嗯，以前的6块肌都不见了，好不好？这样1块肌就偷笑了，好不好？胸肌还有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华兴科也不差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跟大家讲，来，我看到我世界已经50%以上了。哎、欸，这他们讲的不代表我的立场哦。好吧，我讲每一件事情。我的世界不是你的世界。那你看啊，啊对，哦，这什么世界？来，对，今天世界这样破底是不是对？答案怎么对？可它有留下影线啊。世界这样跌就不对，可是世界，我问你，世界已经加码一次摊平的，对，就不要加码了。哦，还没有摊平的，现在可以加码，哦，好不好？哦，我都讲的时间、哦，可是只能加码一次，因为第二次我宁愿你突破新高，突破这边的高点。哇，来，我先跟你讲，因为这毕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边可以加？因为毕竟这边还是底部嘛，这边是一个好久的一个底部，有没有到？是不是？我先教你技术线型，不要去学别人技术线型，因为学那些人技术线型，你应该先问一下他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多少钱，做摩尔的分析师。对，你听懂吗？我是讲实在话啦，这边是不是？来，在这边，破底以后，对，这边底很难破，很难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你是惨到不能再惨的。对啊，你自己看，那好底、哦，你自己看。对，已经从100块这样跌，甚至从170块这样跌的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底是很惨的底，基本上它不会破这边底。那、啊、你也不要觉得这边底会破，所以这边下跌的过程中你都可以买。我没说它一定会跌那么凶，所以这边有破底你就可以买啊。OK， 但是我觉得晚一点点好了。我这样讲，我重新说，我因为刚破底，刚破哪边底？刚破。这底不会破。对。可是这个底呢，刚破。刚破哦。我说没错吧？对。这边刚破。这个区间平台你有一次扣打，第二次宁愿追高，在这边，哦，上去的时候，在这边，好，知道吗？听懂还是什么吧？懂。好、哦，这是技术分析，你们不要学那一般技术分析。就像我讲的，我为什么我要告诉你，我买了275元，最低点。哎、欸，哲哲，你用猜的，训掉我用猜的，来，你记得这个事情，来，有没有？资源怎么样？哦，跌33%，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每天算计算机？有。最高403元，对不对？对，403，对不对？200的267，对不对？对，让我这样回去，267除以403元，是不是33、34？我说是30%到35%买，对，减一嘛，是跌33%嘛，对，
我那天算三五法则，很多人自己三五法则没什么。嗯，我是说三五法则，运气不好顶多赔一些些，运、气好嘞赚一大堆。对，赚一大波。我们讲有，我们讲，哎、欸啊，你不要觉得八月到现在很久哎、欸，连半年都不到，半年不到你赚60%很久吗？不会啊。很快、啊，巴菲特一年才20%呢、你就赚到几千亿上兆嘞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怎么会觉得很久？不会，这样你的逻辑这样有错误哦。是不 是？所以你去想想看，你要怎样分析师？你不要每天看人家在赚钱，每个人赚钱，台湾应该100个、几百个、几亿个巴菲特，这逻辑都不对的。你不能先看一个老师，先每天这样讲赚钱，你懂不懂？你看、哪有老师像我这样子？我刚现在录影几分钟，你请你告诉我。25分钟，很多老师25分钟他就不录了，没有，还有一些是节目关系、就很不录了，频、道关系。25分钟，我现在开始，现在才开始给你秀简讯的。7月4号，赚50%。对，一般人到现在会跟你讲，我早就赚58%了。我跟你讲吗、我跟你讲，再不行的话，我助理还要跟我讲说，投资长、啊，那个还是做一下业绩啊。我们虽然知道你业绩很好啦，所以我还是念一下。是，可你看、我到25分钟才给你念。对、一般人像我赚这种绩效，说我真的随意招会员啊。你要不要随便你？你看不清楚，我是台湾最红的分析师，我要不要投？我连赖的收据都给你，哪有人发赖要发40几万呢、那还要有钱才行、真的没有人哎、真的没有，全台湾都没有人发的像我一样多啦。全台湾也不有分析师赖粉丝人数像我一样多啦。啊、这都是我讲都实在话，你讲那个天花乱坠的绩效要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也、因为你看我讲的，我也是明明这个绩效是对的。你看哦，我们看啊、你看会员跟讲666都是认同的，再一次讲666代表认同的，你看。我只一档股票，你看哦，明明你看哦，他们每天都讲跌的、你看他们留言都知道哪一档股票，我讲哪一档股票要跌，他们涨的都不会哦，都是因为什么？涨的觉得郭总赚钱是应该的，跌的觉得郭总赚钱，郭总今天不要说赚钱，郭总就算今天股票赔都不行。哎呦，你们就用高标准看我啊，我不在乎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可以达到高标准。你看哪个老师可以赚58%没有走的？哎呀，真的看不到。有，就只有郭子龙，还是只有郭子龙？只有投资长啊！哦，来，艾普呢？赚78%，还没走？哦，我还没走、没有走啊！我到现在节目快30分钟了，都已经过一半了，我才跟你秀简讯。淡然处之啊，听懂吗？可是78%很厉害耶！所以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卖？问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卖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哭出来。我问你啊，现在有联发科人们哭出来？有。有，尤其那些没有看节目，或者今天你才开始看我联发科的人，哭了，真的。来，再一次按666，一次按666，你看666，外资卖451亿，451亿，是有比我想象中多，不合理，不合理。那我只能说他不看好两岸的关系，可是我不想要多讲，你为什么多讲？因为你成定局的事情呢、都讲了你又你就觉得好像我不支持谁，我不支持谁、我伤感情，我就不想说，因为外资就这样子嘛，对，是不是？我们讲红绿就好了，我就讲红绿涨停板，可是只能说外资对两岸关系投反对票，就这样。可是我觉得他太紧张了，你们不赚随便你。好不好？先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好不好？那个666动起来，要新一代资啊！666啊！你知道以前哦、那个我记得以前写过一个1995年论八院的、有。后来都被人家说，后来很多人都说像骗子一样啊！你知道什么？他把1995年论八院啊、然后那时候刚好又试射飞弹呐、对。台湾，你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？幼稚园的时候，有听过？好不好，对，听过这个故事啊，听过哈、幼稚园，你看我对你多好。是啊，好，没有错、1995论八院，那出了一本书，哇，台湾好像要打仗了。我记得好像股市也是。多人东区卖个20-30万走掉了，对，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呢那一段人的富贵险中求，对，就看你怎么想，好不好？这真你会想炒股入底 ETF 吗？入股 ETF 或中国 A50 有考虑哦，有考虑哦，可是不是现在哦，真的哦，有考虑，有考虑。你怎么知道我下一步啊？可是你不要现在去买哦，呵呵呦，美债去年我也有讲一下下哦，是哦，结果你知道差 30% 哦，差很多，好不好？差 30% 差很多，来回就差 60% 哦，哇哦，时机还没到。可是中国 A50，因为台湾的很多台湾的 ETF 哦，跟中国的 ETF 哦，都挂羊头卖狗肉，我要再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这解盘才是公道婆解盘，当然是啊，那我30分钟还给你秀，其实我问你一件事，你看到哪个老师真的，我们不是要去刁谁，我做某某老师，我做品质保证，其他不做品质保证，哪个老师赚80%没涨？我这么多只有投资长、问你件事啦，真的没看到别人了啦。我跟你讲，2400多人直播啦，对，是不是？按赞数跟那么少，这不可能那么少。按赞数是错的。来，我重按，
来，有没有同步？331多一点好不好？哎、哦，怎么这么少？哦、来，大家没有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他们就这么小气啊？怎么这样嘞、哦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到时候我想，我本来哦，过年后哦，对，我一丝丝考虑要送什么五够红啊，哦，不送的啊，哦，不行啊，因为我没有，对啊，我因为没有送。欸、你没有让我开心、嗯、我就不送。打一条五包不送吗？好嘞，五公红很很赚哦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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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、啊，你啊，没关系，今天不要按账啊。那每一次索取资料都3000的人。慢呢啦、啊，来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。按一下账、欸、啊！真的。你啊，你会算哦，我比你会算。嗯、我常跟你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哦，你会算，我这就不会算吗？你就当我数学是傻吗？嗯、傻怎么股票市场赚那么多啊？是不想跟你们算，不要觉得好像 free rider 啊，反正真的不知道、嗯。你看现在多一点赞。你看马上多，真赶快按一下啦！对啊，2023的五够红是都是标股、欸，就、哦、舅发科，对啊，只有摩尔哦，只有泽泽，摩尔都最好，谢谢你，好不好？中华就普普通通，所以我要重压的股票，像那时候智元要逢低的时候买，联、嗯、发科500块，我是叫你用力加嘛，对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还做爆爆爆，看、哦、到、哦、嗯，天哪，我跟泽泽心有灵犀耶，天哪，跟什么心有灵犀？刚刚那个啦，那个中国 ETF 的，陆股 ETF 的。哦哦哦哦在跟我约会啊？我看一下你男生。他要跟你约会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是男生女生。好啦男生女生好，我觉得没关系，我都支持，好不好？没有。相信哲哲都可以约，比自己操盘轻松一点的专家带哦，谢谢你哦、嗯，好不好？去巴厘岛不要带西装，秀肌肉，肌肉好哦，再有肌肉没点点。有哦。有吗？有。我们镜头可以卡这边上半身。有吗？有。有哦。好，哎、欸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我跟你讲啦，没有脑袋也没有什么用的，所以以后啊，哦，我是不想一直抬头挺胸，你们吓到，我跟你讲，啊、哦，站五不？有有有，让你们感受一下我，嗯，我裸体的感觉，有有有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女生看了会开心、啊，会开心吗？好了好了、嗯，跟你们开玩笑，看这个没有开心啦，好不好？站起抬头挺胸，这样感觉胸肌吗？有，哦，有啦，我最注重的就是训练胸肌了，好不好？啊、不然我不会手受伤啊！你看这块还是凹啊，就这样舒服力引伸啊、嗯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手好一点的就开始可以做了，对啊。哦、来，6531爱普怎么样？恭喜6531爱普，股价已经连五涨，收盘再创2年多新高，最高已经大赚超过78%，手上持股获利续报，获利续报，一切一切预告前面，获利续报。嗯、我现在讲话都憋住，你要想象我的胸肌，胸肌好了，开玩笑，胸肌有什么用？78%比较重要啦，是都重要啦。来，都重要是。对、欸，没想到你手女这中奖的哦、喔，中奖吗？哎呀、啊，中险啦哦，所以你看啊，我而且我操作都跟你讲为什么买。嗯、你看267元那天是不是几啊？我跟你讲过了吗？哦、是吗？七月什么？这边有日期啊？有多少？那个没关系。嗯、哦，最低这日期嘛。这资源不对，这一波好像嗯。这波拉回的过程中，从400元卖到8月4号，对，五宝267、嗯、啊，结果我买那一天最低267，九点就挂了，所以嗯，267一270一定买到，嗯，多夸张啊！就用三五法则，大赚，就用现行像我这样子，嗯、然后三五法则，你看267就赚哦，299元买，为什么299元买、哦？对，因为刚才最高多少钱？400多嘛，403，对，来啊、哦。299除以403，25%。我说我最低我25%要买，嗯、我们在讲有，而且我都尽量买在300元以下。对，所有减去我也买300元以下，漂不漂亮？嗯，漂亮。运用三五法则，而且三五法则一个界限，我说25%就好了。嗯、哦，我说啊，我就要趁回档买，你不趁回档啊？你看哦，到最后是不是？你看哦，你看这边是一条线、嗯，哦，对过去有，所以基本上我除了买在这边以外，我这边都在买、欸。哎，对，你看300元对过去哦，嗯，是不是刚好买在最低点？对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那你看我买那么多次，真的哎，275元买进，对，第一次最低点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买这边对不对？对，后来都两百最低点300元附近嘛，对，299，哇，夸张，一直买，哇，然后赚58%，超强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多、嗯、有老师，有些老师，我就跟你讲，摩尔投顾老师，我凭实保证，嗯，其他家我不知道怎么表演，来啦，现在每个人都有神盾的啦。厉害，神盾、嗯、都有神盾，嗯、神盾之前有没有量？没有，没有啊。神盾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敢买吗？哇，你不要骗你自己，你敢重压吗？不想。神盾今天涨停板2983啊，算量很多啦。对，你看我随便一个资源多少？哦呦，我看一下、喔，5万张、哦，然后4万张，嗯，今天成交金额167亿，
来比台积电多，台积电158亿而已。对啊，台积电不是有什么利空吗？台积电昨天利空，是大摩说的，大摩报告你要看哦。嗯，我跟你讲啦，哎、嗯，没有意义啦。你看我们昨天有没有看到威廉老师怎么讲？台积的法说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哦，他说毛利怎么样？要降哦，毛利降喽。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讲？对，有。那你看大摩报告，现在看有意义吗？嗯嗯、啊，我们福利是不是早点讲？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就是要专业的分析师嘛？是哦，是不是？你要看大摩分析师，嗯、不如看。我们看我们福利社的分析师，对不对？对，看我们摩尔的分析师，这都事实啊！这能让他们骗你吗？是，这能骗你吗？不行的。哎，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做节目这么辛苦哎、欸！我要去演什么赵少康，然后有人演张美那个萧美琴，萧美琴都行、啊，还有柯文哲嘛？啊，柯文哲啊，对啊。哎，哪有人像我们这么辛苦？哎，这个都要做节目多少安排啊、嗯？而且要先把会员照顾好。对，所以这个没有人可以像我们做的这么精彩的节目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你看啊，都讲了、啊，那你看照这边而言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？台积电的今天有一个利空，嗯、然后交易额那么大，对，成交金额那么大，都输资源了，还输资源大概快10亿，的金额夸、嗯、不夸张？夸张啊！夸张啊！对啊，你选的要有交易量啊！我问你啊，160几亿的那个主力啊，主力团都几十亿就算超级主力的、啊，嗯，啊，主力需要跟我配合吗？不用，我说你不需要跟人家配合。我不需要，我也不屑，他也不需要跟我配合啊。嗯，他资源要自己出就出啦。对啊，他一天就可以出光光啦。嗯，所以我股价可以告诉你，我完全没跟任何主力配合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从我的成交金额就知道了。对，我的会员，如果就算你今天身家有几十亿、上百亿、大致上百亿的资金，几百亿的资金，小至几百万、几十万、几万块，通通可以在资源里面、这个大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找到乐趣。是啊，我想是事实啊。嗯，你不用怀疑我郭总是不是要出货给你，我不屑，我也不需要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么多人监督我、啊，嗯，你懂吗？这么多人监督我，你听懂吗？嗯，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哈、哦，我不去社会化，我不去马后炮，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？这资源，哎，自己你不觉得自己爱普真的每天轮流涨吗？你看今天爱普虽然最后，而且今天轮流涨算，哎，今天台湾股市不是大跌吗？为什么股票强？好，那为什么股票强？哎，泽，因为神盾集团很强。神盾集团是最近才强哎、欸，对哦。他问你一件事啊，我只问你一件事啊。嗯、神盾，你敢全部重压吗？不敢，除非你是老板，除非你知道内线嘛。啊，对啊，除非知道啦。对。不然你再涨一倍，你怎么敢买？不敢，一千万买个100万就偷笑了。嗯，买个500万，就算分析师叫你压，你还不敢。嗯。可是资源你算一算，哎、欸，成交金额比台积电还好。对。资源啊，老牌的、老牌的 IC 设计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那我要怕什么？对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呢？那我当然要怎么样？用力买啊！对啊，说买，客户员可以买几百万、几千万，我通通可以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买量大的股票吗？嗯，第一个，我要用身体来证明，我是清白的。不要嘴巴说真的，我看过老头股很多的表演方法，看起来很老实哦。哎呀，我好老实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哪里人？这个我跟你讲。有些人是这样子，我没有指谁，可是我看多了，盘中连线都跟你说过，哦，股票很乖，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个我一看就知道，看简讯知道，看连线都知道，我讲真的，可是我不要去这边是谁，我也不想挡人财路，我也挡不完，你懂不懂？懂。虽然我都有证据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只能做好我的事情，我只能做好我的事情。你不要用嘴巴说，你只要问一件事，哪个老师是那个？是什么？是不是？深思力竭。哦，深思力竭。我喜欢你，就是你中文有时候不错，比我好一点。深思力竭，真的啦，我已经喉咙这样子啦、我已经变这样子啦。这样子以后变鸭子啊，是不是？以后台湾天气冷了，以后我都知道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呱呱呱就呱。一个月录100支的影片呢、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比你看到任何人都努力。对啊。重点是言行合一，不要嘴巴秀绩效。每个人看起来有些绩效比我好、啊，叫他跟我 PK， 他就不敢。我讲是那攻击我的、啊，去年多少人攻击我，你是不是？对啊，现在嘴巴都静的。你信不信哪一天我不行的时候，他开始要攻击我？都一样标准，有本事攻击我就拜托你跟我一样努力的、啊。对，看是你先累死还是我先累死的、啊哦？我讲一讲，我起鸡皮疙瘩，因为我非常有信心哎、欸，是绝对是对方先累死。是哎、欸，啊，你没有比我努力，你在讲我批评我什么？没不必要。我觉得投顾要正常化，你知道，在我当分析之前，很多人是瞧不起投顾老师的。嗯，现在大家都觉得分析师就应该努力工作，没有错。现在反而很多人，我们现在摩尔很多都是外资来的啊，对啊，就很棒啊，本来就很棒，本来就应该努力工作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我的股票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就是有价有量。来，
有价有量就算了。嗯，我从头报到尾，而且我还有进出有进有序哦。应该这样讲，不是从头报尾，我就做这一档股票。那这档股票从100、200、300、400，到最后，我开始跟你开玩笑说，我的资源不是你资源，因为我刁你啊。哦，因为我成本不一样，可是都创新高的时候怎么样？我资源就是你的资源。啊、你只看一件事情，我请问你，我这么多会员粉丝，你看强大怎么样啊？佛心来的，开福利社啊，让大家学习、哦。你看我这么多人，你告诉我大家，我如果造假，我跟你讲，我封锁封锁不完了、啊。是啊，2000多个怎么封锁？对啊，真的。2000多个怎么封锁、嗯？不行。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的股票为什么我一定要买这么贵的股票？应该不是买这么贵股票、嗯，我为什么要买有价量股票？这么大量的股票？你知道什么？因为哦，如果我买那种名不见经传。你信不信？如果神盾那时候几千张的时候，我可能一买就可以涨停板了。哇，真的哎、嗯！我可以一买涨停板。对了、嗯，我拉到涨停板要怎么样？嗯、然后呢，不好出啊。对啊。那神盾拉起来了，有量的才好出啊、嗯。如果拉不起来了，就变成神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骂这家公司，我是我的股票就变成神棍了。嗯、对啊，那就惨了。你知道吗？嗯。哇，投资长想得很远哎、嗯。我讲的实在话、啊，说我一定要选成交金额大的。你知道吗、嗯？因为我只能被迫，我也想要，我也被迫只能开大门走大路、嗯，走最正常的路。是啊，所以你看资源，哎、嗯欸，哪有的分析师给你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你买这边呢、啊，最低点这边、啊，你相信吗？哇，啊，这边也在买啊，这边300元这看对过去，对啊，300元那边，哇，也是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也是都在这边买啊，哎、欸，低最低点这边，对啊，267啊，这边在买，底啊，每个，然后买好多，对啊，然后喷出去，然后这就算了，我说资源是用三五法则。我说艾普有没有适合？哦，没有。我说那时候我说艾普为什么没有适合三五法则？因为我说艾普这边300块的底打很久，最多300元。我们讲过有，所以我都买300亿这边，320出掉，然后300亿这边、这边再买，嗯，哎，这边不是300亿啊，300亿320出掉、那时候减去、好不好？哇，这都可以事实证明。嗯，所以你看啊，今天很多人都 IC 设计哦，漂亮哦，有迅捷有。很强啊，我是没错啊、你敢买几张？你告诉我，你扪心自问。哎呦，这个不敢啊，这个只能资源我足足讲了一两年、我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讲。艾普我足足讲了一年多，一年哎、快一年时间，所以就一年时间、你们才敢上车。哇，迅捷你敢多压多少张？不敢。你1000万，你最多买个200万偷笑了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为什么不买？敢买一档全部都重压、或者买了你可以抱着安心，对不对？数钞票数得开心的股票。对。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讲的是事实啊。金融金利科、然后嘞，金利科也很，金利科跌的时候很恐怖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啊，金利科跌的时候很恐怖，它是这种跌法，你看到？这么恐怖，它这种跌法、那本益比高成这样子，你现在买是不错，我觉得厉害，富贵险中求。可是富贵一定要险中求吗？你想看我想法，现在几分了？富贵一定险中求吗？你从这些差别知道我的 IC 设计最好的啊？你看，含所谓结动，联发科卖多少钱？1000块啊，1005元吗？对啊，不相信对不对？有啦，那个不相信都不是我会员，你都不是我粉丝啦、你第一天看我节目，请卖出2454联发科，挂在1005元卖出，从我们买进到现在已经获利超过58%，卖多少？1005元，就只有3天的时间，1000元，而且我出掉以后，我当天跟你讲，你还有2天时间，是啊，出掉以后今天变多少？800几。啊、800几耶，吓死人了、夸张哦，妈妈咪呀、但你有一些是除权，扣掉一些除权息啊。可是像八字头就是不争的事实啊，是不是？画质也可以当啦，你卖了就跌了。每天都在好黑 K， 真的，真凄惨。你不找一个好所谓解冻？那我问一件事啊，你觉得如果我爱普资源出掉，我只问你而已哦，没代表我要出哦。可我问你，觉得出掉的时候会不会可能像联发科这样天天跌？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哎呦，好恐怖！你觉得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可能你也觉得它天天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给你看来啊，你看你看那些老投顾的脸的想法，他们真涨的时候，他们是大家都有联发科，有啊，都有联发科嘛，对不对？2000块，都有联发科嘛，对，那时候天天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把它涂黑。啊，好，不做，这涂红。哇，你会觉得天跌吗？哦，那时候天天涨哎、欸。对啊。然后呢？天天跌。再看一次哦。哎呦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可以在1000元这一天，然后顺利的出掉吗？你敢出掉吗？你有赚钱的勇气吗？下去了，来。哇。
就下去了，真的。2439美绿也是一样。嗯。下去了。下去了。出掉了。头涨卖了就了。哦，模式卖得很漂亮，啊，好不好？嗯。所以我们的粉丝的会员的绩效啊，粉丝我不管的，粉丝我们要统计。会员的绩效实实在在，特高，嗯，会员出掉，对啊，特高会员赚比较多哦，对，嗯，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，是啊，我出掉了，我要逃难，一定要赚钱，走要逃难，一定是优先会员，一定是比较高阶会员先出掉，嗯，哦，获利大赚已经 20% 了，对啊，你有本事，你小贪心，你不是很贪心，嗯，哦，我只要赚一点就走了，那你没关系，那你不要参加会员，如果你怕我出掉以后你股票天天跌，我也不一定跟你讲，我没有承诺，我一定要跟你讲哦，喔，嗯，这次我没有承诺哦，喔，嗯，然后天天跌，他只是一张就差10万块，10张就差100万的，我干嘛，我参加会员就好了，那对你就来，嗯，你就来，不要省小钱花大钱，不要觉得自己这样好像聪明一世，我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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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会糊涂一世，嗯，真的，我就告诉你好不好啊，如果你说没关系，我自己会颜色停损，我该出掉就出掉，整个出掉以后哦，可是我不一定跟你讲，哎，欸，重点是我不跟你讲，欸，好，不管你会设停损，那你就 OK， 我不相信啦，哦，如果你这么会操作，我告诉你啦，你不要说这么操作啦，你应该早就出掉了，嗯，你懂吗？嗯，你一般人都不会抱这么久，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师，好不好，嗯？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好好赚钱啦，好不好？真的希望好好赚钱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些股票，嗯，有些股票比较弱势，还是讲一下。好，世界先进还是可以买，现在几分了？那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日本股市还继续创新高，外资今天不应该卖那么多，这是有点奇怪。对，这真的奇怪，代表是两岸的一个他不认同两岸的一个和平啊，哦，好不好，嗯？那好不好？我从头到尾就一句话，我不管绿的蓝的，我只希望拜托执政党，嗯，哦，就是说谁当执政党的话，和平最重要。拜托注意一下和平。嗯，对，我只要希望他们记得一件事就好了。哦，俄罗斯打乌克兰，纯粹两个字，就是不爽。嗯，对。就不爽而已啊，嗯，就不爽，打人家不需要理由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哦，霸凌你不需要理由的，不要想太多，嗯，对，哦，就不爽，不要挑衅啊，哦，嗯，就不爽，哦，我只希望一件事情，嗯，啊，你也不要说哲哲，你这样讲啊，那样过分或怎么样，我绿的蓝的，那你实在太瞧不起我了，对不对？我也相信人性啊，100个里面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假设有30个说愿意打仗，真正打仗的时候不到3个人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啊，没有人要打仗的，啊，对，很多嘴巴说要打仗的，嗯，真的，到时候真的要打仗的时候。不会打仗啊，哦，不会舍身为台湾打仗的，啊，相信我啦，都嘴巴说的啦，没有，我讲实在话，啊，我们要攻击谁？拜托，我只跟你讲，不要打仗，嗯，所以我只跟你讲，这是我的世界和平，对的一个希望，和平最重要，好吧，啊，你不要用蓝绿来看我郭聪，嗯，这样你实在是太瞧不起我了，你懂吗？格局没有那么小了，哦，只是格局没有小，嗯，我只希望不要打仗，你再记得一件事情，人家为什么要打我们，嗯，不爽，所以不要刺激他就好了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哦。啊，美国人，啊，美国人不会帮你打仗，这是事实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除了这以外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还有什么？威盛也是一样啊，哦。来，最后一个股票，来，最后万润。万润，对，万润今天很厉害。台积电法说会不会不好？嗯，可是如果不好，为什么万润成这样子？哇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创29个月新高。对，所以对股票跟大家讲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我希望不论是投资的一些想法，或者人生一些想法，我希望能学到一些东西啦。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好朋友。然后股市里面把我当作一个专家，对，愿意聘请我，嗯，划算啊，花这个几万块，结果有台大毕业、政大毕业、会计师、分析师、外资来的，很划算哎，欸，真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万润来，这个股票也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对啊，创25%，你们的最后万润吓大家一下。艾普，你看之前有赚过，啊，政府赚好几波，嗯，现在赚78%还没走，78%还没走，什么时候走？你要来找我，你不要省小钱花大钱啊！联发科一卖就跌了，没看到？有联发科一卖就智云，嗯，然后那个我那个好堆股票一大堆啊，2439美绿也是要卖掉不跌，啊，那智云呢买在最低点，嗯，买最低点那一天，然后赚60%还没走，赚58%还没有走，还有一些特别会员赚更多，你要不要找一个最佳卖点？嗯，最佳卖点，到时候我出掉以后，智云第二，万润第三。爱普第四要不要？通通都有，欢迎来电洽询08-6-8085，08-6-8085。这一次可能结算，嗯，可能因为今天现货实在卖太多了，所以它有可能明天是压低结算。哦，压低完以后最晚后天，好不好？只要美国股市不要太弱，嗯，最晚后天。不论对或错，一切预告前面，也欢迎你加入 LINE， 私讯我，告诉我需求，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，谢谢。台股呢，今天下跌了199点，但是哦，投资长看好的股票啊，通通大涨，还创高哎。刚刚你看到了。艾普呢，我们的会员呢，已经赚了快要 80% 了，还没有走。我们的智源呢，也赚了 58%。 这个不但年终大红包啊，还有爱马仕包包，通通都有了。所以呢，趁着现在把握涨价前的最后一波，因为投资长过完年后就要涨价咯，来，动作尽快，
电话请拨0800668085 0800668085，动作要快哦，我们等你哦，拜拜。观众朋友注意哦，最近诈骗盛行哦，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，除此之外都不是哦。LINE 小鼠 S178， Telegram 官方频道小鼠 A178178， Telegram 私人账号小鼠 S178178。注意哦，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 的账号或者后面是 A 的账号，这些通通假冒，这是三个账号，谢谢。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，觉得有深度的，还蛮准确的，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，订阅我们的影片，按小铃铛，记得按全部接收，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， 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，谢谢各位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